去玩了。好，我们要进去高铁站了。游轮骑好快哦，飞奔到那边去了。
个水色的码头，这里非常的漂亮。前面这边有个小被扎，骑到吐，骑到哭。骑车的话，其实在这个树荫下散步也是蛮不错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有人又走不动了，又骑不动了，又要用牵的了。饭店要 check in 了。已经三点了，很多房间都还没有打扫，所以大家都在 vlog 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第三，这边有一些蜡馆啊、游戏室啊、PS4， 在前面还有休息室，还有这边玩游戏要压证件才会进去。这边有一个游戏室，很耐哦，还可以玩 PS4， 开始咯。水果，然后这边是厕所，哇，这个浴缸好大哦，很不错哎，这里。好，现在来到象山游客中心，这里非常的漂亮哦，也可以来这边骑车，非常的舒服。
对面有两座桥，一座是这前面这一座叫做同心桥，旁边这一座叫做永结桥，永结同心桥。对对对。